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今日是2024年1月17日，礼拜三。啊，咱本来是讲拜六即摆来讲吼，但是拜六代志，啊，即摆尽量较少讲啦。啊，但是若有说即款话题吼，咱有时间咱就加减忙讲吼。啊，即摆开始就尽量长话短说啦，因为有人讲吼，我一概讲拢讲要半点外钟吼，啊，都对效果无啥好吼。那么今天来讲两个话题啦，第一个是讲吼，赖清德讲要退出新潮流系啦，我听了我就爱笑了吼。那么第二个话题是讲吼，哦，即摆股市听讲即几天咧落啦吼，啊，我咧想讲吼，啊，以前遮1450啊，吼，哦，一日干要选举的前后拢讲吼，蔡英文做啊偌好哦，啊，感谢伊哦，吼，干嘛叫比？我想你奇怪，你无要甲阿扁啊这时代比，啊你比马英九，啊你比马英九敢有比得较好？所以我唔只讲吼，爱看事实真相，未使甲看表面的数据。表面数据大家嘛用变，钱开啊多 GDP 对吧？伊四项钱开愈多，讲啊经济成长愈多，靠边拢开啊，后代子孙呢遗传在一边，哦，啊看伊中端是啊钱是安怎来的？啊，咱搞有甲咱的手底，对无？拢是因遐财团啦、官商啦、政治佬啊遐，啊咧钱点啊遐，点啊咧去过手，啊咱呢过水财存，讲啊少啊，我做吼。好，那么来讲赖清德讲要退出新潮流啊，啊我是来讲吼，其实有两项啦，一项就是吼，伊新潮流吼，去外口喊杀喊打。包括民进党真正有良心的支持者吼，看新潮流吼，拢是在真倒端。啊，有影啦，银保光华啦，郑文灿啦，这个预算啦，单局啦，哦，台南啦，尤其赖清德啊，看总统的故乡变乌道故乡，卢渣光电集团的故乡，所以新潮流恶名昭彰嘛，中国流嘛。啊！伊他不爱，人讲你选情他不爱退出，唔敢啊！你退出，伊那就该批判啊。但是退出，那秘书讲哦，我一了百了啊。所以新潮流的贿赂的代志，甲伊拢无关系啊，叫做漂白啊。敢有法度漂白？无法度啦，因为公安结构主义嘛，你嘛是参与中间，你算头子啦。哦，单局郑文灿。这种是恁头无奈人，这种是啊，哦，你未说讲好，点啊，出相好啦，即卖就一了百了吼，一走了之，无迄代志啦。啊，但是，伊若讲真正要摆脱迄个恶名吼，你是从轻，你既然得了总统啊，洗哪个啊，洗心革面，吼，哦，真正痛改前非，因为。总统是最高权力嘛，阿扁以前哦做了真好，但是咧，都去下着国民党陷阱，哦，别人会用政治献金，伊袂使，哦，啊，小家家甲你除草者，啊，你就变草的，所以你要坚持，啊，然后真正为苍生为念，为国家甲人民好好做，啊，真正咱嘛是甲你拍拍手嘛。哦，因为你就摕到最高的权位啊！哦，我第一点，你要弃污名，会使，但是我要甲你记掉咧。因为第二就是啦，因为新钓鱼它是前科的嘛。顶回讲哦，我们已经解散派系啊，结果你看看，什么新台湾人智库啊，拢啊新钓鱼钱啊，出出入入，开查某啦，啉烧酒啦，啊钱啊，哦上下其手啦，你看。单局的副市长几乎拢染瓜所有的国营事业，啊，迄类啥？迄假钱嘛，就简单嘞嘛。迄唔是干几亿万、几十亿嘞，迄几百个、几千个想要挑啊嘞。所以即马新潮流吼，富可敌国嘞。所以要啥物单百亿、第百亿，吼，啊，搁只偌百亿，都不一定是偌清楚啦，是赖进林啊，拢恁新潮流个。啊，所以讲，那以前有这种的前科吼，你讲要卸掉吼，林兰呐，
不是你表面上无是新潮流，因遮新潮流遮个好啊，都袂阁创啊，照常要阁创啦。但是咱来看卖，吼、哦，有质量咱来个观察啦。啊，那么我讲第二个话题吼，出来问讲吼，以前大概三五时边讲吼，哦，伊算吼、哦、啊，还还债偌济啦，吼、哦、啊，股市起偌济啦。哦，啊一寡有诶无诶吼，什么哦，国建国造，前建前造啦，吼、哦、啊，什么拢有法度，其实迄种变啊，伊拢甲变哦，写做变做政治哦，即真正吼、哦，啊，佫有人听下落呢。我伫台湾人智慧吼，来赛股诶先话，啊，比如我简单讲啊，今股市，即两天大落嘛，都是啊，别人咧走啊，外资咧走啊。所以我一直强调吼，你莫看股市去，你啊股市若赚钱的话，你若去正常诶。啊，你股市无赚钱呢，比如你根本就当人赚无钱啊，啊，甲看咧钱只呀，啊，都人家热钱的入来遮，因为最主要是啥？当然，拄开始川普迄当阵啊，经济伊做了袂歹嘛，啊，伊佫甲中国的订单吼扣重税啊，所以一寡。单爱走来台商，啊，表面上是当个台商，但是嘛，还是中国的台商遐个台湾接单，中国生产啊。所以其实讲啊吼，台商嘛咪为中国撤退了。所以美国吼对台湾这款三角贸易吼有啥关节嘛无概念啦。啊，但是不管安那，迄当阵台湾的经济还嘛是获利啦。啊，佮伊佮和美国家。川普边啊，遮会深层政府啊，会热钱几摆差，所以以前当阵啊，2018年左右时啊，拄好三股的热钱来炒股票，放任来炒股票，这就是外资，就是美国的资金嘛，深层政府的资金嘛，几摆遮炒股票嘛，像台积电啊，哦，鸿海遮嘛，那么第二个就是。中资嘛，吼、哦，中资介入嘛。第三就是讲好，要台商回流投资嘛。结果买啊无一只，钱变要七八千亿安尼，讲好台资安尼点啊，安尼贷款低利贷款，啊结果遐钱啊，台商也无出了钱啊，结果拢是台湾的钱出遐，互台商回流来遮炒股票、炒房地产、炒厂房。啊，不要就那生产呐、啊，因为拢要是中国的生产呐、啊，啊，无就走去越南投资设厂，啊，无就和台湾的员工好好一只规划，所以这三个就炒房炒股嘛，所以台湾囡仔等到双重祸害嘛。啊，即摆深圳政府本来是看你串门的，你是我的跟班啊，所以你串门。会用话思想好啦的，我配合你来炒股票，大家互动之力嘛。但即摆啊，你准备落台啊，因为准备要交接啊，所以啊，即摆资金就咧外头。当然，即个搁看啦，因为钱买啊买搁来啦。但是问题，即摆就是听讲说川普讲，今日大赢，准备要接总统啊，所以。中国的资金在外头啊，中国嘛大陆啊，所以台湾就受着美国甲中国的热钱甲加股市的吼起起落落啊，影响真大。所以卖讲吼，伊股票起啊偌济啊，我讲人民一般平民弱势的都根本都不但无赚着钱，煞咧过因为咧炒股票炒房来赚钱啊，即个少年人甲平民弱势啊，拢。加受害嘛，啊！另外，台湾咧讲哦，兴少兴偌济，哦啊，讲赚偌济钱，啊什么长照偌济钱，啊就啰嗦啊。我甲讲一点落啊，你看台电今日公布了，讲顶年了1980亿，所以我顶一阵我咧讲啊。你台电会大了的这个真相，
你若好知吼，你讲伊讲行销行偌济，吼啊股票偌济钱，啊迄都拢过路财神啊，啊而且拢甲咱的子孙钱提出来编啊。我讲阿扁啊，以前才一条五六千英尔，伊即下要两千八百外，啊两条八千外，等于要三条，等于阿扁啊要两倍啊。啊人阿扁啊做着什么工贵？啊你蔡英文政府做着什么工贵？拢无啊，无什么产业建设啊，颠倒台湾产业空洞化，即马台积电阁叫杀去美国吼。我看阿拜这效应啊，渐渐咧出来啊，因为台积电啊开始无赚钱啊，甚至了钱，还是讲伫美国遐个调咧以上啊，台湾啊可能深圳政府会甲你放弃，所以这咱就有引流的啦。所以唔好讲话，伊咧主席吼啊，风风光光，啊，就编一寡技术股啊。啊，你看台电安怎落的？安怎那个大了钱的？两千讲十八年，迄个风电，讲叫即个迄个吼丹麦北欧的一个国家，诶，足有名的风电，伊个叫沃旭啊，沃旭能源。要来台湾时，讲要设这个风电的设备时啊，一度才报两块二至两块半。结果沈荣津的经济部长甲副部长的王美花，当然即摆尾啊成部长，伊嘛接上咧。甲人签讲哦，无啦，爱有台商哦，技术转移，哦，所以爱有技术，哦国。台湾的厂商，所以给你五块八。我是讲，好啊，那唔好，加三块外，我分了一，我搁在这搁加抽了一两块，哦，分一块来红豆有啥？结果吼、哦，台湾的厂商啊，不长进，根本都只系设备做不出来嘛，结果爱转去韩国进口。这些设备啦，啊，你这变作台湾的厂商根本都无所有的技术转移，嘛无技术升级嘛，啊，无技术升级，你照讲，那要请官也做个讲，安尼你违规，哦，啊，这你配合的行李长那家嘛违规，还无升级，结果你看两块五至两块半，你啊两块至两块半，咱。台电甲咱民间的消费者差不多两块至三四块嘛，啊，甲只厂商也是讲只个主商，只个商家，吼、哦，因为算一般电费可能三块至五块在收嘛，安尼也合理啊，平均要有三四块，你两块至两块半要赚一块外，但是呢，竟然你。起价五块八，你不管讲技术无转移啦，你卖前你就台电就开始了啊，世间头就报价。何况事实上都无影技术转移，啊，过二十年听讲爱加了咧高清一摆，啊，啥物啊？台电了就是啊，拜咱人民也是用伊个电的这厂商制造你爱。承受负担嘛，安尼你，把咱的子孙的钱就哦，啊，咱就爱过一般民间就爱去，啊，唔是讲去就算呢，一去一挂建筑商，一挂商家，伊大企业啊，安怎讲呢？因为啊，伊为了要减少亏损啊，一顶年啊开始调整高，这個、电费嘛，啊，有诶讲哦，对人民无啥差无济啦。对啦，也无差解者，但是嘛有去啦。但是问题，这些商人、商家、制造商、制造业，这甲大企业啊，你看伊去偌济咧？我看伊的支出吼，本来是差到八千外元，一年哦，支出八千外元，啊收入吼，差。两千零二年是差不多六千九百亿了，要七千亿了。但是呢，
顶年啊，2023年已经8000亿超过啊，就是讲加甲咱民间甲制造业一年加收了1000多亿啦，1000多亿比较6.9亿、6.9千亿的话吼，都加差要16%、17%，啊，商家可能要20%啦，啊，若要20%的话，伊要转嫁无？当然转嫁这商品有诶无啊？结果啦，咱拿袂得电费啊，去无大劲。即个商家的产品，咱甲买是啊，诶，是毋是物价阁起？啊，物价起毋是伊12%、16%、20%，伊就起16%、20%。我看市面上啊，最起码落起20%，甚至也有起一倍。安尼是，你看，像我这退休无收入呗，啊唔安尼，退休金无够开啊，要安怎？要安怎？凉拌。这是风电的部分，啊，光电的话，你甲看，这个银豹集团家、能源集团家、赖静林家啊、赖品的银豹公主家，莫怪佮伊袂调，都甲讲头啊。刚收的都是2块至5块，哦，为民间还是商家，这组的啊，2块至5块。结果伊去哦，这个光电啊，一度讲啊7块至9块啦，比以前台塑、原百家4、5块啊，啊，国家起码一倍，国家加你看，这新潮流的这出来门政府这，是不是国家加？啊，莫怪啦。甲光电家都要了几千个、几百个，啊！遮钱呢，拢都做个引爆种，遮个新潮流遮靠底下去啊！啊，不但安尼，你看，遮光电吼，遮阿拜遮环保浩劫呢，因为遮废料嘛，要处理啊，啊，佮加遮渔文啊、甲农产啊，吼，啊一寡炉渣类啊，遮做遮工厂哦，拢无咧顾环保啊。所以阿伯家，咱的农产品、畜产品啊，是毋变都减少的，莫怪啊！即摆去菜市啊，鱼啊要起去啦。啊，农产品啊，你看以前迄菜，即摆算讲生产旺季啊，生产旺季是公司的哦，供过于求啊。所以像以前吼、哦，即个高丽菜吼、哦，即摆后一以前后一粒10块、20块诶。即摆唔是啊，照斤啊，加一斤就15块啊。虽然是要正少，无唔对啦，但是称价一粒都要70-80块啊。以前一粒20块、30块，所以等于起三倍呢。哦，啊你若一寡番薯药啊，啥物啊，较食个泡菜啥，那以前啊拢20-30块，大出事啊30-40块了不起。即摆拢60块以上起跳啦。都起一倍以上啊！迄都是安尼来啊，所以咱人民是咪讲靠遐台湾的钱，互你下啊，人民搁踮遐咧受害啊！阿摆这环保，这要怎讲哦？要修复的成本啊，迄个不计其数。安尼即款咧，讲甲你讲是政治，你啊看实际上真相就是安尼啊！一见人甲你讲好哦，拢伊政治，所以足未见笑的，先讲啊。这个一寡戆台湾人吼，好啊，你无选你袂使。我讲吼，即摆正明显对无？人个布林肯啊，甲即中国李强啊，去深层政府的达沃斯论坛啊，挤啊咧3+3+1的，所以拢是深层政府的高阶的。啊，你出来门就是伊的跟班尔，啊，你也无法度去参加，啊，参加嘛无效啦。讲实在，台湾吼。看川普起来，把这深圳政府这路看有法度断掉，还是讲极限是一个损害对全世界损害上少的范围之啊？哦，甲俄罗斯乌克兰建的停战啦，啊，伊做迄个吼，甲中东吼恢复川普一段的和平啦，啊，台海吼甲中国吼一个界限啦，安尼是大家相安无事啊。川普4年时拢无战争，啊，都这个。拜登这个深层政府的跟班，靠要跟奥巴马、跟这个克林顿呢，海西全世界，啊，台湾是这个
等于助纣为虐，所以台湾实在讲啊，嘛是撒旦的国家呢，真衰呢。希望偌清德起来，准备川普呐，真正无去互孙中政府创掉吼。阮当选总统的时阵，台湾看有法度转机无？啊，偌清德你着好好做吼、哦，好啊，今日讲到这，哎。